有多久没到海边吹海风了？八月二十一号晚间在豆腐甲登场的苏澳海洋嘉年华，邀请神棍乐团、怕胖团、康士坦的变化球等乐团来演出。现场也有海洋市集，是一场道道地地的海风音乐 party。我也会担心有天你对我厌倦，你的坏是因为爱。苏澳哈，这个海岸线哈是非常非常长，而且非常美丽哈。特别是在我想这近几年来哈，海上的休闲活动哈非常的盛行哈。那美美这里也吸引非常多喜爱海上休闲活动，譬如说丽桨、独木舟，还有帆船的好朋友哈啊，来到我们南方澳这里哈。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办理这样的这个海上的休闲活动。那这一次的活动非常精彩，除了我们有这个海上的运动会，还有海洋啊这个音乐趴，然后我们现场都还有许多的这样的摊位哈，会在这里啊来让所有来到这里的旅客哦，不仅可以玩水，而且还有可以啊听音乐，而且还可以逛街。活动当天从上午八点开始规划海上运动会 ，SUP、独木舟及重型帆船精彩赛事都在豆腐甲。海洋嘉年华是苏澳推广海上运动的重要活动，打造苏澳成为海洋运动推广基地。来扛船哦！哦，扛起来！扛起来！哇！立刻！哇！你现在感受了吗？加油啊！太强了！帮上忙哎！OK， 哦，哎，苏澳港，所以你们是常来这边玩什么？对对，来游泳，来游泳哦。我们是练山铁的，练山铁哦， 所以你们都会游到哪里去？外面今天是浪很好，平常浪不好，都在这个范围啊。那这个海域适合水上运动吗？这很适合啊，很适合。这就是那个海水浴场，就是要给人家游泳。所以你们喜欢来这里。对，来苏澳旅游别忘了黄金月月抽活动仍在进行中，到八月三十一号前，只要在苏澳消费就可以参加抽奖，最大奖黄金得主说不定就是您。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采访报道。